所以就是我觉得做任何事情真的是还是要有团队，有团队挺好的，自己一个人完全搞不过来。感谢366哥，我现在也不是很困，我感觉这个季节是最忙的时候，又是搞规划，又是搞这个搞那个的，咋的？你还来我这要求我？你去敲主播间，你去要求别人，你别开瘦脸，你别开瘦事儿，你看人家鸟不鸟你？那不是你吗？我听我没开呀、啊，你什么时候改这个名字了？拖出去藏币了，拖出去藏币了。无意思，你说你大半夜的你不睡觉，你在这摸泡泡，我哪知道你大半夜不睡觉，我我把这个放下去点，笑死我。抱歉，你头发，我乐死，我关个灯，我上楼了，我抱歉你，这个头发没剪平，好吧，大白的儿子，你要把姐的儿子偷来打一顿我。怎么回心都没好意思给我看那个头发，哇！因为他的那个额头很高，他额头比我的高，然后呢，一剪那头发到这里，那头发都杵起来了，剪到了这里，剪了个皮妞，笑死我！剪了个平的，就是一件那么短，我真的要笑死。我去看一下那个商品商家到底要不要什么要求，要什么资格证没有？他今天。这之前没哭的呀，白天的，今天还带着我的那个发，今天带我的那个发箍还在，带我小狗的发箍，办好的，那你要所有东西弄好才行啊，不是说你办好营业执照就可以了，很多事情呢。店铺经营商，我看商品创建，我看是怎么创建的。1 2 1 2 3 4 5，上涨5张图，五张图尺寸不得低于600×600皮叉。商品标签。标题选择商品类目。哦，我没拍红薯，找着我拍个红薯。谢谢你家，谢你家。为什么要？什么叫那天我跟你一起办的，我没有跟你一起去办。
不要黑我。噔噔噔。咋为什么考群了桂花都是发合适的，我真想我哪里弄了好几种桂花都考起来都不对。狗怎么可能，你说你那些穿什么衣服，还有我跟你一起办的，你去咨询了什么？你家有风干，你家有风干机吗？就烘衣服的烘干机，你家有吗？没得，你家也不用。